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的牧人青草地来到第二十五章，这一章延续了二十四章许多的条例，关乎不同的人他们的基本权益，其中有犯人、有做工的人、有富人，这些人看起来好像是最没有权利的人，但是在神的律法中，这些人依旧被保障他们的基本人权。怎么说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就要来看到犯人除了判决的人他要秉公行义之外，对于二。 个人所犯的错要定为有罪，一人有理。除此之外呢，即便是犯罪的人，他们所受的刑罚也要考量到他们的承受度。这不是说为了保障他们的人权，然后就没有刑罚，而是在判决里面留一条生路给他，免得犯罪的人呢，他在接受了刑罚的制裁之后，以至于太重，失去了他的尊严，反而落入了更不好的光景。 第二种人，则是在场上做工的人。保罗也常常用这一段经文说：“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，不可拢住它的嘴；即便是牛是动物，农夫也不可以用牛笼拢住它的嘴，要让牛一边工作，也一边有食物可以吃，因为这是对待动物基本的态度，因为他们也是生命。” 而在人身上更是如此哦，要给做工的人理当得的工价，不管是不是教会弟兄的姐妹，他们所做的就有基本的薪资、基本的保障；而对于神的工人，更应该要给他们所当得的。 第三种人，则是在社会上面常常处于弱势、劣势的妇人。他们一般是已经出嫁的女人。既然已经出嫁了，就不再是属于自己父母的家庭，而是归给丈夫的那一家。可是，如果 她的丈夫给她身份保障的丈夫死了，这个时候这个寡妇就需要由法律来保护，而神对他的百姓的心意很清楚，照顾这位寡妇的责任不是落在别人身上，而是落在她的这个丈夫的家庭身上，并且用合情合理的方式让这位寡妇能够继续留在这个家族里面，透过跟丈夫的兄弟联姻。 让这个寡妇在这个家族里面依旧有位分，保有原本属于自己的资产。 不至于因为丈夫过世了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这样的概念到了新约依旧没有改变哦。还记得我们最近在查提摩太书信，保罗也向提摩太说到，对于教会当中寡妇的问题，寡妇所需要的一切是要由她的夫家或娘家来自己救济她，而教会真正帮助的是那些真的。 无依无靠的寡妇，回到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规范。这位寡妇在夫家里面，如果没有任何一个男丁愿意娶她，那就要在城中的长老面前作证，脱掉她的鞋，并且要吐吐沫在她脸上说，说这个家庭为拖鞋之家。在二十五章后半段则记载了。 关于保护社会制度的一些规范，其中包含伤害对方的家庭、延续子孙的事情，还有砝码、度量衡的标准以及使用。最后，则是以色列人对待他们敌人的态度。在社会当中会有争执、打架的事，除了社会中会有审判的人来判断彼此的对错，其中摩西对以色列人特别提到，假如富人对人也出手。 并且就打在对方男性生殖器的上面，这样的事是严格禁止的。不仅妇人她自己要面对审判，甚至连出手的那一只手都要被砍断，因为这个妇人所伤害的不仅仅是对方而已，还可能包含了她的家庭，还有她延续子孙的机会。 另一个部分则是关于交易的公平性，不可以用两种砝码升斗来做生意，一切都要公平公义，有一致的规范，一致的。 标准、透明的交易等等，这也是一个国家能够进步、有公平竞争力的基础。相反的，当一个国家在社会的各层面当中充满了黑箱作业、不标准、不公平、内定，而带来的往往是人民百姓对于生活的无奈以及痛苦。最后，神特别告诉以色列人，对于一个民族该有的态度。 这一个民族是亚玛利人，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，一个也不可以留下。亚玛利人是谁的后裔呢？他就是雅各的双胞胎弟兄以扫的后裔。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所面临到的第一个仇敌就是亚玛利人。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就记载，亚玛利人呢到了利非定这个地方和以色列人征战，而摩西就带着亚伦护尔上山，约书亚就在山下带领以色列人征战。从那一次开始，神就起示说，还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。 亚玛利人攻击以色列人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要拦阻他们进入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。 这个目的与神的应许相违背，甚至可以说是与神为敌。很可惜的，以色列人一直都没有将这个民族从天下涂抹。就连扫罗王，他与亚玛力人征战得胜的时候，他自己也爱惜亚玛力王亚甲的东西，还有他百姓也将他们上好的、最好的牛羊都留下来。 以色列人没有遵行神的意思，到了以色列贝掳皇后以斯列的时代，一个处心积虑要把以色列人全部除尽的人，这个人就是亚甲王的后裔哈曼。这样看来，神知道这一个民族如果不除尽，他们就会反过来除尽神的百姓。这样的情况让我想到这一年来。 的以哈战争，一个誓言要除掉以色列民族的组织，在神眼中是与神为敌的。这样的情况已经脱离了人道的问题，有没有战争伦理的问题？而是因为，如同亚玛力人过去看待以色列人的方式，现今的哈马斯似乎对于以色列也有。 绝对的仇恨，绝对的除灭的想法。 但是神应许保守他的百姓，如同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。祝福你的，我就祝福他；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对待神的百姓、神家里的人要有怜悯、有恩慈；但是对待攻击神的人、对待与神为敌的人，却要敌我分明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 亲爱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看到你对亚玛力人的心意。主，我们也真实想到，这个不是过去的历史，而是现在也依旧在发生，在进行。求主你掌管这样的一个战争，求主你施恩怜悯在这块土地上。主也让我们。 啊，弟兄姐妹，教会当中，我们彼此相待，我们彼此相爱。但是，对于与你为敌，更是啊、呃，常常去攻击你百姓的人，就我们知道如何祷告。就愿你的公益审判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你的名，阿门。